好，不要搞了，他倒了吗？他倒了。好车子，你放那是我们辛苦一点，让家人过的日子好一点。前方三百米向右前方行驶，进入右转专用道。白师傅是一名卡车司机，为了家人过得好一点，他不记得已经出车多少次了。虽然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不多，但他却把家人看得最重。这个中国这个运输啊，主要是靠这个汽车运输，所以说这个货车还是特别特别的多，跑了快30年了。30年。嗯。那应该赚不少钱。赚钱也没看到赚到钱，但是还房子给孩子买下了，车子给孩子买下了，所以说跑车还是比上班好一点。出发后，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就要在车上生活了。他们轮换驾驶，一路向南。我要休息了。这个活干的就是挺累的，太操心了。每时每刻都在绷紧紧张，事情都是被绷紧的。车子进入云南，山高弯多坡陡，路况复杂。搭档马师傅决定再检查一下车况。这刹车，前面呢在5米的时候停的，他跑了6米7米，这个就是。让他在哪儿停就得停住。这边公路出事故，也撞烂了，撞烂了。你看，四个车子，这不这又一个，两个，四个，那么这又一个，五个车子撞在一起了。这个坡道上每月都有事故，所以说在下大坡之前啊，检查这个喷水、底盘、轮胎的铝骨螺丝，拉的这个货物绳子有没有松动，你千万千万不要疲劳驾驶，这个安全是最重要的。经过60个小时，行程3000多公里，白报明和搭档马师傅终于到达了目的地，云南瑞丽。瑞丽地处中国西南边陲，是连接东南亚的重要陆路商贸口岸。作为交通物流枢纽，每天会有上千辆卡车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。瑞丽以出口货物为主，返程货物少，很多司机为了找到返程货源，都不得不在瑞丽的物流园里停留下来。我这马搁这一停，马上再上一停，他也抽不了啥，他就抽我个马。他的要把他吃剩给这个老伴儿。哎，不能认输，干干他，起来吧，来起呀。完了。安徽宣城的李俊夫妇在这里已经3天了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货，正准备空车返回。反正这个瑞丽到昆明这边全部是山路，我就拉个几十吨货出去，也是亏了嘛2000，有不要放空嘛，这个山路本身有危险，我放空出去呢，安全素质要高一点。瑞丽这个地方，来的车多，来的货多，回去的货少，大多数车都是放空回昆明，夫妇相会啊。马建民18岁开始开卡车，跑车的苦他都尝过，
但最让他愧疚的是，从孩子出生到上学都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。家里没人带呀，你把小孩丢到家里也不行，自然教育条件差一点，那就寻着爸爸帮忙。2019年5月，他决定不跑车了，在物流园边上开了个小饭馆，把两个孩子从老家接到身边。女儿今年钢琴和声乐四级过了，她是吉他四级是吧？她是吉他过四级，素描三级，反正他们只要想学就让他们去学，钱赚了又放在那里又没用。我自己感觉一家人在一起就可以了，只要不让小孩子感觉没有爸爸没有妈妈那种感觉就可以。父母其实怎么讲，小孩子最需要的是父母的陪伴。人家家长会都是爸爸妈妈去开，这两个小孩子他没开过一次家。现在好了，现在不在身上了。现在就不想让他在身上，因为特别是女孩子，他现在今年过来以后特别黏他爸爸。路上开走慢一点。不再跑车的马建明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司机，每天主要的事情就是负责接送儿子和女儿上下学。直接上来，直接上来。等了一天，白师傅的车开始卸货，但是最让他着急的是，回程的货物还没有着落。咱们这部车子啊，到今天下午6点钟就卸完了。咱们有货的话就赶快给我定下来。行，那下午6点钟再联系啊，到时候6点钟你给我回个电话啊。物流园里每天都有货车不断到达，江苏来的王建忠路上还受了伤。哎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这个大概得要几点能卸完？啊，这个说不清楚。说不清楚。哎呀，12点以前能卸完吧？啊，12点以前肯定会帮你搞定。从无锡到这个跑了4天，在那装货手还受伤了，跑了1天1夜一个人。说实话，我这个手，当时这个手不敢动。这3000多公里到这个地方，因为现在正在找货呀，正在找货，看有没有江苏那边的货。哎，我们准备再卸完货，准备再联系一下呗。这在这坐着还不如开车呢，开车还好一点。你现在在这干等着，心里着急啊。经过了一天的等待，始终没有等到货主的电话，他们打算到卖西瓜的市场里去找一找。济南有没有？济南的话，他们货主来了几货了，但是目前还没买济南的货。差不多要10天以后了。嗯，都还没到5天，我这些没下来。而且现在的话，山东花也还没结束。突然下起了雨，这让来市场里运货的货主更少了。两个人决定分头去其他店里碰碰运气。有河南的这边的货没有？河南。北京那边有没有？
那我待会儿去你那边看一下吧。问了两家都没有合适的货可以运，这让马师傅心里有点着急。这边有个山东淄博的，但是那边卖货在车上卖货，太不合适了。像你们这种车队上，你要固定个一家两家货源稍微多一点的，你不要东跑瞎西跑的，知道吧？那肯定的，东跑西跑的，你到时候人家车队上跟我们合作的好一点的，假如说经常合作的，人家车子来了，我们肯定要首先满足人家，就是说来回的跑嘛，对你们其实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哎，合适的打电话就行。在马师傅四处找货的时候，白师傅有了好消息，有一车西瓜要运到河南平顶山，虽然给的运费并不高，但总比空车返回要好。我和这个老板我定好了，我现在去车子调过磅就马上过去了。物流园里还是不断有货车抵达。黑龙江绥化的牟丽君和妻子已经半年没有回家了，他们养的宠物狗从出生就在跟车了，养了四五年了。你闲着时候你可以逗它玩什么的，领它溜达溜达，一出来一两个月全国各地的跑，什么地方下来什么东西了按季节跑吧，这边水果下来就跑这边。另一辆车上，来自东北的司机韩清柏和搭档正在车上做小鸡炖蘑菇，吃完了饭他们就得赶紧去寻找返程的货物。跟他们相比，白师傅是幸运的。听跳，这是发货的这个老板师傅啊，和河南平顶山的。这次西瓜好，挺甜的。哇，好。中国拥有几百万公里的道路，连通着天南海北，形成了巨大的物流网络。在每一个货物集散的地方，货车司机们来来往往，行走在人生的路上。有的人停留了下来，有的人再次出发。我已经53岁了，我跑这么多年车了，对这个跑车真的有感情。我再跑7年，驾照就到期了。所以说我再坚持7年，给我自己攒点养老钱吧，我也不想老了以后花孩子的钱。